所以有时候我们同路人是不能太早睡，因为有时太早睡呢，像我这样啊，这么晚赶飞机做不到，接不到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再次要分享很重要的有关福音方面福音跟我们个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福音临到一个人之后，教一个人重生、成圣，然后他的重生、成圣里面有苦难，但是那个苦难呢是有神的应许的，特别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的信息就非常的重要，是一个系列来的我这样说吧我们来到这个末世时代也现今这个时代，我实在是不怕没有人传福音。大陆比如说1亿个信徒了，全球20亿个信徒，人家是这样说，全球有70亿个人。那我们讲20亿信徒的意思，不是所有都重生的，其实少之又少的，但是起码20亿个信徒，他们是认定耶稣基督之名，也知道耶稣是上帝，所以不管是天主教还是什么，改革中什么都基督徒了，他们都用基督徒这个字。那么我不怕没有人传福音，已经你讲耶稣这个名字人都知道的，但是我越来越害怕的，也很操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传这个福音的人，他们是真实有重生得救？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很热心的传的也到教会侍奉的，做各种的活动的，在特会里面牧师呼召的时候全部都上来的。各位认为有多少人是重生得救的？各位一定要问这个问题所以你们问的时候，你们才知道我们主的心意在哪里。有时候我们没有问那个问题的，我们进入一些假象。人家讲耶稣也说就是你是基督徒，上帝在末世时代要做什么？所以呢，我第一最操心的是传福音的人有没有重生。那这些人传福音呢？那他们传的是什么福音？那他们从对重生不清不楚那就传了。那这个福音是叫人就去教会做礼拜堂徒。还是成为一个很疯狂的一个热心侍奉者，但是从来没有遇见神，不懂神的应许，也对自己的身份也不懂，那就遇到一个大苦难的时候呢，就跌倒，然后呢，后来证明出来，这样的人从来没有重生过，所以呢，我们教会界里面一直在争论的是，重生的事情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那为什么这样的人又得救了？比如说有这样的事情，那现在我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听主，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亲口说的，他所讲的是进天国的水准是什么？谁可以告诉我进天国的水准？重生。人若不重生，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断不能进天国。连这个尼哥底母的，他来的时候主耶稣这样告诉他，他是看了神迹，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不够。有些人说耶稣是最有能力的，最有能力的神，不够。我告诉你不够我们应该热心侍奉主就很热心的这样做，也不够。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那边说，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旨意的才能进去，就讲这句话。然后他主耶稣下面说到，那时候很多人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哎呦，传道嘞，各位像我这样传道的人还不够，奉你的名赶鬼也赶。这样的人，我奉耶稣的名赶鬼，那个鬼也会出啊？会，因为他是因耶稣的名出的，不是因你的生命而出的。但是这个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主耶稣要讲的，甚至奉我的名行异能，奉我的名行异能，到这个地步。然后我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换句话说，他们不能进天国。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很认真的来听我们主耶稣这些话，然后也很认真的看我们周围的信徒的光景，然后你自己要摸索一下，查验一下，到底主说进天国重生得救，一次重生永远得救的这个，到底这个讲的是什么？现在在教会界里面，90%的人真的重生得救的？所以你不要认为他在上面讲到他就是重生的，绝对要认定这个哈。所以我每次说各位进天国的时候，很多惊喜，很多惊喜啊。有些人是惊喜到原来我可以进啊，哇，还好啊，就是这样，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蒙拯救的，但是他一生是糊涂的啦，这样，但是其实真的被主得着过的。有些人是上去以为，哎，为什么我认为的有一些很蒙恩的人没有在这边啊？甚至有一些牧师传道不在这边，所以很多惊喜。我们真的不知道，只有上帝看内心啊。但是我今天要让各位明白，就是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天国，只有遵行我旨意的。哦，这句话呢，那这个亚米脸派还有那些就是否认这个预定的啊，他们强调行为的，你遵行我旨意才能进天国。所以你看有行为的，各位，你是因行为得救吗？不是。所以你整本圣经知道，我们不是因行为得救。保罗的整个的书信，罗马书已经讲了，加拉太书想，你们领受圣灵是听信福音呢，还是行割礼呢？所以怎么可能因行为得救，对不对？所以呢，主说凡遵行我旨意的，这个意思你们怎么认为啊？你们怎么认为？就是你信了之后啊，你的行为是很自然的一个明证，你追求神的公义，喜爱教会，不但去教会，喜爱教会，不但传道，喜爱真理，一定有这个的，对不对？不但侍奉教会，爱弟兄姐妹，所以心灵里面是愿意遵行的。那有时候软弱了，没有遵行了，痛苦不痛苦？痛苦，痛苦的。因为自己一时爱世界，痛苦在世界，那没有盼望，不能像罗德这样在索多玛俄摩拉不能喜乐，不能开心，因为他是重生的，他已经被得着。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啊。但是现在的信徒是所谓信徒，就是爱世界，软弱也是没有感觉，很开心。那这就有一个问号了，水跟火在一起啊，水的本质跟火的本质是不能在一起的，但是这个水有时候碰到火了，一定有烟出来的，这个水一定干了嘛。你碰到世界了，你碰到罪了，你会不会干啊？枯干起来？会。但是现在很多教会的信徒跟世界在一起，一起火啊，一起开心啊，没有问题。那他们有没有得救呢？那有些牧师说，所以说他们没有得救，他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重生了啊，你已经重生了，不用担心，犯罪也是得救，自杀也是得救，软弱也是得，也这样讲。哎呀，那现在呢，人家就攻击我们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东西。哎，那所以他们的问题在哪里？那个人是不是重生的那个标准在哪里？那个证据在哪里？你要先讲好这个东西，不要把一次得救永远的当做一个概论这样讲。但是这个是用在谁的身上？这个的确是一个真理，但是用在谁的身上？我们要知道，保罗是不但把一次得救永远的这个叫救恩的坚人讲得清楚，更是讲谁已经重生了，谁已经在这个救恩里面了，所以这个很重要要谈的东西。所以第一，我担心的是传福音的人他们生命有没有重生。第二呢传什么福音。第三呢，好，现在已经重生了，教会里面都是重生的，感谢主啊。但是呢，现在重生的人教会的给他们的教导是什么？我想问的是这个东西。已经重生的人应该怎样？
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与主一同受苦，与主一同得荣耀，走这个天国的道路，对不对？虽然就是有苦难，但是更是猛，更是有祝福，更是看见主的能力恩惠随着他，对不对？教会是不是讲这个信息？信息很重要，因为信息教导，这个是灵，各位懂吗？教导就是灵来的，你听了什么教导，你会成为怎样的人？所以也可能一个人是重生的，真的很好的很重生的信徒，去了一个求福传讲成功神学的教会，就去了一个神秘主义的教会，那他的一生啊，虽然他听到错的教导，他不会因错的教导而失去重生，但是他会成为一个残缺的信徒。各位，上帝不怕罪，上帝不怕教会的软弱，上帝也不怕政治腐败，圣徒犯罪、政治教、社会腐败还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需要传福音的理由，对不对？需要传福音的理由，所以人有罪有软弱才需要福音嘛。但是上帝最怕什么？我讲上帝没有什么东西怕的，对不对？我的强调，对不对？上帝最讨厌的意思，假教义、假教导。所以有人说，我在这里，基督来了，不要相信他，假基督。上帝最讨厌这个东西。各位，什么是假教义？各位回答我。我这是想给各位一个新的定义，什么叫宗教，什么叫假教义，一样的话来的啊，假信仰也可以都讲一样的话。什么是 假信仰？如果你们用我现在要讲的神为这个主题来讲的话，各位注意听我现在讲的，其实都是人在说，都是人在做，神没有做，神没有说，都是人在说，然后讲成是神在做。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各位 这句话听得到懂吗？听得懂吗？再讲一遍，其实神没有做，圣灵没有这样动工，但是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布道会里面1000个人信主啦，哈利路亚，人在做的，人很多的啊，积极的啊，上帝怎么有一些见证，有一些就是给人就是积极的想法，激情一下，然后给大家有一个动力，然后让人家看到很复兴，这个特会里面这么复兴，这样其实都是人在讲，神是很难过，神是根本没有动工，你们制造假象啊，欺骗我的百姓，各位了解吗？这个叫宗教，这个叫宗教。以利亚跟450个假先知，各位四百这个，还有在耶洗别旁边400个先知，总共850个假先知，他们怎么骗以色列？巴利神嘛，他是生产神，雨来了，你看巴利带来的，雨没有来，你看你们弄巴利生气了，然后他们好没有关系，我就是割自己啊流血啊，然后呢，呼求啊巴利们，然后呢？降雨了，各位了解吗？这个就要假先知了。现在人只是用耶稣的名，用耶稣的名，你看上帝喜悦什么？上帝喜悦我们这样敬拜他，上帝喜悦我们这样，所以呢有时很多的呼召，这样很多人上来，这样东西我们这次的特会最成功了，这样。但是完了之后，各位看社会有没有改变，人的家庭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那你讲什么福音啊？所以都是你们人搞出来的东西，人在做，神根本没有做，那你们制造假象，这个问题。所以呢，当450个假先知跟以利亚征战的时候，以利亚说，我跟你们征战，这个全国都来了，450个假先知，你们叫你们的巴力降火吧，如果你们的巴力是真的，他们也用一样的方法，对不对？跳舞啦，喊叫啦，撕裂衣服啦，那激情啊，这些东西，你看这些神秘的东西啦，这些很热心的东西啦。其实以利亚怎么说？以利亚说，你们叫大声一点，可能你的神睡觉了，或者可能他去方便了，那个原文是这样讲，
他可能去方便了，你们在这就半天了，就还是没有来。所以这都是你们造出来的假象。耶利米先知呢跟众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再讲什么平安平安，不会有事情发生，你们现在看你们的心，看你们的行为已经到这个地步，你们根本没有上帝在你们的心中，然后你们说上帝会赐福以色列，不要，不会降灾祸，这是骗人的。对，他就这样说了。这些假先知呢，他们的教导教你们原本应该悔改的都不悔改了，所以上帝的灾殃要来了。所以这就是耶利米的信息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要被掳了。我跟各位说，各位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啊，如果各位对教会现在被欺骗的光景还是没有留恋，看得不够清楚的话，那真的是各位的糊涂来的。因为各位一直在关注哦，教会里面有什么活动什么这些或者什么好，其实我对我们以马内利施工呢，我们是看到属灵世界的人啊，我们知道现在信徒是被什么东西欺骗的，也我们知道主耶稣马太福音24章最后一直讲的东西，好几次讲到末世的时候，一直讲到你有假先知、假基督，因为一直讲3次、4次，一直反复讲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各位不能忽略的。教会最后的敌基督是人本、人为的东西，最后叫整个的教会同化，跟世界同化。各位看启示录的时候，最后第几号啊？第6号，第7号吹的时候，圣徒升天了嘛？第6号吹的时候，什么事情？那个尤法拉底河的天使，4个天使起来。尤法拉底河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他过这个河到迦南地嘛，对不对？各位从以前美索不达米亚那个地方过河，所以希伯来他叫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是过河的意思啊。这个河是迦南地跟巴别塔这些人的分别来的，天国跟世界的，对不对？教会跟世界的分别了。第6号最后的最后，末世，这个天使起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困在尤法拉底大河，他们起来就是这个河，这个边界没有了，教会跟世界合在一起，教会的信息跟世界的信息一样，教会用耶稣来讲世界的信息。各位，这就是那个光景了，各位要理解。虽然我们生命堂的牧师一直重复这些东西啊，但是你们要看得明确，我们的后代在受什么东西影响，各位要知道的。我跟各位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最大的仇敌是谁啊？是不是政治家？是不是经济学家？因为我们这个希律王看到耶稣的时候啊，你就是耶稣，我很想见你很久了啊，原来你就是那位，就是这样。就是骂他几句，侮辱他一下，就叫他走。比拉多看到他啊，就是恐吓他一下，然后就算了，就是叫他打去拿去鞭打一下就算了。这是谁要杀耶稣啊？文士法利赛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撒旦的那个虚假的地方啊，被揭穿的时候啊，他是真的很愤怒的。所以假道就是他用来欺骗历史历代的，欺骗神明，欺骗教会，一直到今天的东西来的。你把一个真理就讲一半的话，这个是假的，对不对？你真理讲一半，你讲一半的就恩典，没有真理，或者你讲一半的话只有真理没有恩典，都是假的。这个这部分的东西啊，是最后的结果带来最不好的。所以我告诉各位，所以上帝为了要解决这个东西的话，上帝会怎么做？我问各位，教会里面还有虚假的有没有？上帝还爱不爱教会？上帝爱教会，上帝真的没有离开教会啊。那么上帝会怎么做？苦难。对了，上帝会把苦难带来。那苦难是管教而已吗？是什么？是要纯净他的教会。各位纯净
纯净是很重要。各位明白什么纯净吗？就是要分别出来，分别，然后使纯净的人更纯净。分别，所以施洗约翰说什么？有一个，比如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他要来，他用火跟圣灵给你们施洗。火是什么？火就是试炼了，试炼的火焰，对不对？那个火要烧尽，对不对？然后他手上拿着簸箕，各位懂簸箕吗？他们就是簸箕，簸箕，簸箕啊，对对。你们现在是用机器的啊、哦，对不对？对不对？没，簸啊，簸箕，弄起来的时候呢，糠是被吹掉，对不对？糠是轻的，麦子收下来，这是最后最后上帝要做，我们主耶稣基督要做的。天使要来，把好鱼跟坏鱼分出来，你看，然后呢，应该好的，原来是好的，要更好，成为更好，对不对？在末后的时代怎么被主使用，一定要这样的，这就是上帝最后要做的工作来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传福音，就把福音传得正确，传得全备的时候，属于主的人自然会被来到再到主的面前。然后已经重生的人他们会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走世界的路，对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说三样东西我越来越担心。第一，的传福音的人有没有重生，然后他们传的是什么福音。那好，那你传的福音了，那叫了人重生，认为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个重生的人你把他的生命带到哪里去？其实这个三样东西所以呢，我今年教会呢特别我传讲这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各位听了吗？谁还没有？谁听了腓立比书？听了啊，几位啊？腓立比书里面啊，腓立比书是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但是是在怎样的情况写出来的见证？何等的苦难，对不对？已经也受苦到一个地步了，已经腓立比保罗已经在里面几乎两年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弟兄以巴弗提，对不对？就是把款送带来，然后他又生病的时候呢，就这个来来去去的很多的消息，这个当时，所以呢，已经保罗在罗马监狱两年里面。所以这个腓立比书这个见证呢，保罗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是在整个苦难的根基，然后他的整个苦难向众圣徒显明的时候呢，他做最美好的见证。所以差派云之年啊，各位如果没有流血怎么差派啊？你有什么见证啊？其实重要还不是见证啊，我讲过信徒的血永远是信徒的血是带来是什么？带来教会的复兴的，教会的种子，教会的复兴的。亚伯的死，是很重要的。亚伯的死，他的血还会说话的。所以接着塞特，就是来，在启示录第五印的时候呢，众圣徒就是那些殉道的殉道者，就是为主受苦的人的意思。他们向主祷告：主啊，你几时来？你几时为我们伸冤？对不对？所以主说快了，但是你们再等一下，最后要完成的要拯救的人还有剩下这些。所以接着殉道者的血加快上帝的脚步。那如果相对来讲是这样，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当然神是绝对那他已经定的要来的时间，但是呢在人的参与里面，殉道者苦难者他们的向主的呼求什么？并不是呼求主啊我的苦难快快结束，乃是什么？主啊我的苦难怎么成就福音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各位快快会看到主来的，然后各位会参与主的荣耀所以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腓立比书，我们先翻开使徒行传好吗？使徒行传十六章，我把腓立比书的主题写为显出荣耀的
的生命见证。各位，你要显出荣耀的生命见证，你先需要什么？荣耀的生命。对了，需要荣耀的生命，对不对？没有生命的受苦而已，你有什么生命啊？就是问题是这个，所以很重要是，一定要有重生的，一定要有重生。那重生之后呢？因为你是属主的，所以你在这个地上，你重生之后，上帝必定会接着他的道，接着很多的事情，也甚至苦难，会成圣你，使你越来越像主，越来越能够活出他的荣耀，所以其实成圣有成圣，各位才能够荣耀的。然后这个成圣呢，各位不要啊，就啊，为什么主整天成圣我？其实有应许的，有应许的啊。这个今天我先要讲这个部分哦。腓立比书是很特别哦，因为按地理位置来讲，其实有时地理位置也是显出一个神的作为，很明显的。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怎么进去的？其实第二次宣教旅行，对不对？原来要往比利那比利尼那边去的，但是呢，耶稣的灵阻挡，上帝亲自阻挡，所以这个是神的主权了。所以神为，你看，神已经预备了要蒙恩的民族，就是欧洲那边去，往这希腊那边去。那从希腊开始是整个欧洲嘛，哈。整个欧洲，如果大地皮欧洲，我不知道中国第一个地方听到福音的是哪里啊？我不知道，有些人说是唐朝第一次听到福音，第一次讲。但是我讲现在欧洲，保罗要把福音传到欧洲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腓立比了，所以这是整个大黑暗势力里面的，这个首要城市，对不对？你把这个福音要带进去，这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嘛？各位会知道。所以呢，我们一起看啊，《使徒行传》第16章，我现在讲这些东西不是一个观念道理啊。如果各位很敏锐的耳朵听的话，马上会知道，主啊，如果呢，你要带来，比如说一个地区福音化，或者我的家庭都是非信徒的，那第一个你要打破这个势力的话，要怎样打破？我要讲的原理是这个东西来的哈，因为圣经都是一个真理的原理在里面的，我们看这个16章的时候呢，各位会看得到，16章呢，保罗是接着耶稣的灵带领他，他听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对不对？然后13节的时候，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各位，所以保罗进去腓立比是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对，要祷告，要寻求神，要被圣灵充满。各位记住，施工的失败就是你以施工为中心。施工的成功是一个人要寻求神，要祷告，受圣灵引导，所以很重要。受圣灵引导里面呢，然后呢，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律迪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所以律迪亚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但是呢，他是应该是后来信了犹太教，对不对？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主开导的，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那里有这么多犹太妇女们，只有他被开导他。那各位注意看他的改变。我现在要讲什么叫圣灵的明证。各位看，一个重生的人是他和他一家既受了洗，受洗不代表你重生啊，有些人受洗糊里糊涂，但是呢，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真信主的，他要强调啊，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各位有没有看到，他喜爱真理，追求真理，然后恩待主的仆人的那个心，还没有重生前是没有的，没有重生前的不会有这个关心，没有这个追求，没有。所以呢，这是人的心灵里面灵魂真的改变的，
被生出来，另外一个人遇见了神，生出新的我，才会发生的事。那另外呢，这个是有两个遇见，在腓立比教会啊，其实腓立比教会是律底亚的家开始的。我想，因为最后保罗被抓，然后来他回去又回到律底亚的家嘛，所以腓立比教会是这边。那第十六节这个你们都知道这个有算命的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使女对不对的事情。那十八节这里说他一连多日喊叫喊叫什么？十七节说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这个是各位都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是好像没有错啊，但是什么话？这是鬼话，为什么呢？他怎样阻挡啊？崇高人，保罗的福音是什么？人削弱福音，对不对？基督是伟大。其实，鬼是很狡猾的，讲真理，好像讲真的东西，来削弱福音的能力，对，这是很奇妙的，很不懂，所以真的叫鬼啊。实在是狡猾的不得了，所以呢，就多连几日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保罗就转过身，心里这是有愁烦的时候，那他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那后来就失去那个算命的本能的时候呢，就马上他们。就是主人把保罗他们就是告状，把他们放在监狱里面。那各位都知道这个事情啊，天使来这些，各位很奇妙，对不对？在腓立比的时候，天使来，各位有哪一个人坐牢天使来的？真不得了，对不对？没有看过，这个如果现在发生，肯定在新闻里面啊。问题是也不会让不应该看到的人看到，但是的确，但是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这个人有在腓立比里面两年出不来啊，这个为什么天使没有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主权，神要怎样得荣耀就怎样得荣耀。其实呢，反而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他带出更美好的见证。另外一个，所以很多人的信仰是只有在天使来，这个地方的，就这个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一生要痛苦了啊，看不到主嘛哈。所以呢，这个，有时天使来释放你，有时天使来带来平安的信息，也有，就是这样嘛哈。天使的那第29节，27节这个地方呢，你们都知道，禁主一醒，看见牢门全开了，他就要自杀，对不对？保罗大声喊叫：“不要伤害自己！”就我们在这里。然后29节，他30节，他就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这样行才可以得救。”所以他很战惊，很惧怕，所以他要自杀的人，那保罗说：“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对，刚刚要自杀的人，晚上这么开心啊！对，有没有奇怪啊？奇妙。这个要讲，其实要讲的是什么？要讲的是他的生命真的转变了，真信了。真信的人才会，你沮丧到要极点。因遇见了神，成为另外一个人。要讲的是这个，因为重生的奥秘是上帝超自然的工作在人的灵魂，他的工作。所以你能看到人的灵魂吗？你怎么能够看得到这个人真性啊？看不到的。尤其是人越来越虚假的时候啊，阿妹吗？阿妹，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也因主的缘故流泪，这些都会做，这些都会做，奇怪哦。所以呢，在末世时代越来越难察觉到底这个人有没有重生，什么都可以模仿出来。所以这个是鬼的厉害是什么？假，实在是欺骗者这个东西。所以现在讲的是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背景，所以讲到两个家庭真实的重生的一个光景。所以现在我们读腓立比书，各位看腓立比教会，
这个每次我是读书信的时候呢，这样连接起来，这样看，各位就很理解了，对不对？那腓立比教会各位看第一章，三节，第一章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什么？其实这个欢喜呢，讲这些话不是客套话，也不是奉承的话，有根基的。因为从头一天，对不对？你们记得吗？在腓立比那个事情，对不对？我们在那个地方怎么被丢进牢里面，这样的事情的吗？头一天直到今天，如今，所以这个是有过程的啊，有好几年的时间。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兴旺福音有没有代价？有，当时很多苦难的。我这次去那个以色列的时候，我问有一个牧师，我说你带领年轻人，你怎么知道年轻人来教会？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这边的节目啊什么，乃是真的重生啊。他说很容易知道啊，因为在这个犹太国里面，你信耶稣本身啊是被排斥的。你们知道吗？犹太人对基督教是真的讨厌的，因为以前马丁路德是德国人嘛，你们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改革中其中前面两个国家复兴起来的就是德国跟法国。那这个德国复兴到一个地步，后来变质了之后呢，他们教会甚至可以容忍希特勒这样的人出来。所以他们是那时候希特勒是专门要杀犹太人嘛，一边把他们放进那个放那个毒气的那个房间叫什么，对不对？那个军队一个一个把孩子妇女就是人全部丢进去，另外一边在教堂那边啊庆祝圣诞节，唱平安夜圣诞夜的那个。所以犹太人对这个基督教啊，他们就抗拒，对十字架，对教会啊，他们都很敏感。对基督徒，所以他们不叫基督徒的，如果他们信耶稣，他们叫什么？他们叫弥赛亚犹太人，英文叫 Messianic Jews 哦，弥赛亚犹太人，就是说他们是承认他们的弥赛亚的犹太人，承认那位来过那位耶稣基督，他就是，因为现在他们是不承认那个第一个次来的，他们还在等那个第一次来的，了解吗？所以他们信耶稣的叫弥赛亚犹太人。基督徒的字眼从哪里开始啊？使徒行传安提亚，使徒行传11章嘛。所以他们说，那圣灵几时来啊？先来。圣灵是使徒行传2章来嘛，所以11章才用基督徒。那现在你们叫我们基督徒，岂有此理，对不对？我们是犹太信主的人啊，就所以他们叫弥赛亚犹太人啊，就这样的意思。但是那个牧师就说，你怎么知道重生？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信耶稣不是一个潮流啊。信耶稣是就是被讥笑、被辱骂，甚至有些被赶出家门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样的人还来教会要信耶稣，他们是真信的。所以有没有苦难？有。所以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其实整个大陆复兴的很快，也真的信徒很多。现在真的假的真不知道，对不对？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教会里面很多流行的东西啊，玩的啊，闹的东西，有些人是为了找配偶而去，有些人是为了做生意啊而去多认识人，你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有苦难来，真的是分辨，有分辨难。所以，你看第六节很重要。第六节，各位一起读第六节，一二三。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阿门。各位，这句话是讲到什么？这句话讲到什么？这句话讲到救恩的坚忍，各位明白吗？救恩的坚忍，上帝坚持忍耐到底。上帝如果在你的身上动了善功的，重生你的，所以这里要讲的第一就是圣徒的重生，圣徒的重生，这里这样写吧哈，要讲的圣徒的重生里面呢，很重要是这个救恩
的坚韧。嗯，所以另外一句话说，另外一句话叫什么？我们改革中最喜欢说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这句话也是到现在还在争议啊。争议什么？啊、如果你要明白这句话的真理啊，你先要知道你得救之前的光景是怎样。如果你说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的话，那要你的行为要能够到什么地步才能得救，你要做到哪里才能得救，那个已经是人的意识，那人的选择，人的道德，人的聪明有的因素在里面了。可以了解吗？因为圣经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你们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对不对？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他叫你活过来。你要知道什么叫临死的光景。临死的光景，人对人是有上帝有这个本能给他，他能够这个灵的本能呢是还能够寻找神，但是因为灵已经死了，那个与神交通的灵已经死了，生出来是死的，所以无论他怎样聪明，怎么设想，怎么谦卑，怎么无论怎样的参考过全世界的一个什么的宗教哲学，也不能参透原来那个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不能参透的。释迦牟尼是已经是典型的那个宗教领袖，他已经人的生老病死都看到了，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为着帮助人，他整个人皮包骨起来到这个地步。你们有皮包骨过吗？没有，对不对？他是王子啊，世界的王子，能够卑贱到这个地步还不够，因为他是罪人。各位要理解，他不能参透神的智慧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夸耀他的金钱，他的聪明，他的德行，没有一个人。你生来，人生来是厌恶真理，厌恶真理的，厌恶基督就是厌恶真理。换句话说，不能接受真理是从神来，这位神来的，所以连这位神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孔子最多只能了解是天，就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最聪明的，最有道德，也最聪明的天，那就道，什么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的东西不要讲，就是这样。所以有哪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得救啊？换句话说，所以呢，你不能做什么来得救重生。所以这个重生完全是上帝超自然的工作来的。我给各位一个比方啊，各位会了解。我讲重生的时候，我们都用这个拉撒路的例子来讲。我问各位，当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啊、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们认为讲这句话的时候拉撒路才复活，还是他复活了他听到这句话才出来？各位回答我，复活了还是他听到才复活？先复活啊？同时？当然我们不要争论这，但是其实正确来说是他先复活了。上帝已经叫他复活。各位，你听到这个命令，拉撒勒出来 ，OK， 我出来，你是死人呐、啊，你怎么 OK？ 所以要不是灵魂再次进入，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灵魂再次进入，活过来了，然后听到主叫我，他才出来的。各位了解吗？这个是要讲一个重生的奥秘。很多人是在教会就来听啊、哦，有些人听啊、哦，是啊，耶稣什么，从来没有感动，也听了啊、哦，你要做决志，好好决志，但是从来没有复活，啊、哦，受洗啊，好好受洗啊，不、哦，你就受洗，但是没有重生。但是听，有一天呢、啊，有一天，那个盲目蒙蔽拿掉了，就圣灵的工作来了，对，他是我的主，
然后他就生命里面忽然间就流泪，忽然间就知道他是在全万有当中最荣耀的，对，上帝在万民当中拣选他的，就信了。这怎么一回事啊？不能解释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他听了100篇道，从来没有信，可能101篇的时候呢，圣灵的工作临到的时候，所以是先圣灵那个施行救恩的，他的主动拿走他的那个蒙蔽的眼睛，叫他能够看得到主，所以他才能好，我决定信，我决定信，所以他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一个选择，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是圣灵重生他先，各位了解吗？圣灵重生了他，他才能够实行他的意志来信。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那个恩典，上帝在恩典里面重生你，使你能够信，这个都是上帝的礼物来的，理解了吧？所以这样重生的人，现在，现在软弱了，不算，又没有了，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这样的人不是从肉体而生，人也不是从人意而生，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1:13，这个地方从神生的，我生了我的孩子出来了，他已经有生命了，就要负责他到底的。各位，这个重生，所以奥秘不奥秘？我跟各位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这个重生的奥秘，这是一切从神而来，也归给主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罗马书9:11，你们不要夸耀，连犹太人你们不要夸耀，你们是什么亚伯拉罕的民族，什么你们是真橄榄，对，但是因为你们不信，对不对？被割掉。所以换句话说，你们不会因为你们是犹太人，所以神的拣选是被你们是犹太人来限制，不会这个东西。那外邦人呢，原来你们不信的，你们被接上，所以犹太人的刚硬使你们能够信，华人对不对能够信，这样信，欧洲人能够这样信，那你们被接上的人，你们也不要夸耀，因为神能够这样对那个真橄榄，也能够这样对你们，所以如果你们不信的话，你们都要灭亡。所以这个意思，换句话说，都是主的恩典。所以你们要夸耀的话，你们夸耀主的恩典，不要夸耀你们是犹太人，还是你们是美国人，还是现在福音来到大陆，我们是大陆就是最蒙恩的现在的子民，你们不要夸耀。如果你们不信的话，都一样，但是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信的人，你们夸耀主的恩典就好，这个意思了。各位理解吗？救恩的坚韧，那这回事就是你们要明白那个重生的时候呢，这个灵里面发生的事情，你们才会理解的。各位听到这边之后，我现在懂了，但是还是理论，为什么呢？那你们现在要问的是什么？那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最重要，这个还是神学，救恩的真人还是神学，但是这个神学要弄对，先要弄对，因为不是我做什么来重生的，因为是那个他的意志生了我，他的选择，他的至高无上的恩典生了我，那么我也不能因做什么来失去这个得救的，对不对？但是呢，我怎么知道他真的生了我？我怎么知道我是被他生的？所以现在我们才讲重生的，不是切据之前呢，我们先看证据，好不好？证据看到了才有切据，所以证据呢？我们一起看腓立比前面这个，你看这，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对，所以呢，后来保罗说，我深信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这个部分很少，但是我们再看另一本书，这个地方其实相似的内容，每次保罗都会写信的时候，他写给这样的信徒，帖撒罗尼迦前书，各位看，我先把这个救恩的东西弄清楚先了，那。所以各位不要假设哦，我的孩子长大在教会，他一定是重生的，未必。我跟各位说，未必。你们要弄清楚，有一些东西你要帮他发现。你不要假设先，你假设是为什么？因为他有来教会，因为他有受洗。你信耶稣吗？有。不要假设，你要跟他很细密的确认，
观察他的生命。我们牧养人也是，不随便讲了哦，你已经得救了哦，然后我们先要看他已经他的生命到哪里。当然，我们已经肯定的人，我们是很清楚的告诉他，你是得救的，你不要疑惑，这个时候神不离开你。但是现在我们要把那个证据讲出来。你看第一章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帖撒罗尼迦前书哦，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保罗都是为众人感谢，蒙恩的人感谢，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各位，这个三样东西，各位有没有发现，前者是里面的东西，后者是外面的东西。那你看啊，信心是里面还是外面？里面的，因为信心，所以你外面会做出来的功夫，信心的行为。然后因为爱心，爱，因为你爱主嘛，所以外面愿意能够受苦，外面。所以里面是什么？盼望，盼望是里面的。所以呢，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很多的患难里面存很多忍耐。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呢，信仰是这样的，你里面的一定外面能够看得到的。所以第四节这里是关键了。第四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所以这里讲到蒙爱、蒙拣选的，对不对？那保罗啊，你的切据、你的证据是在哪里呢？如果不是单单讲好听的话，那证据在哪里？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什么意思？不在乎是人的智慧、委婉的话，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其实有版本说充足的切据。这里讲的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全能和圣灵？你看，不在乎言语的意思啊。有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好像他，你信耶稣吗？信。他是被你的话说服，可能被你的魅力吸引，但是他不是遇见神。但是呢，帖撒罗尼迦教会，我知道你们是蒙爱、蒙拣选的，因为你们不是因我的话信的，你们自己因听了这个福音被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你们的生命有很明确的圣灵重生你们的一个转变，就好像怎样？我刚才说的，像那个利迪亚强留我们，就好像那个金主本来是要自杀的，忽然欢喜快乐，因为得着主了。各位，这个是很主观的，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你看，有些人是他一生是只有，他信主，他说他赞美主，他很喜乐。为什么？因为现在上帝给他什么都好嘛，很多什么都好，祷告什么都得到。但是他有没有圣灵的喜乐？有，我有圣灵的喜乐。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情况你是不能喜乐、不可能喜乐的？但是上帝仍然能够叫你喜乐。那个在你里面的主是真实的，他在你里面动工，有没有？所以要找出来这个东西。所以呢，保罗他下面就说，我们在你们，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保罗那时候在帖撒罗尼迦受的逼迫是最大的，对不对？他们拖着耶稣出去，对不对？三个安息日，各位，他们讲道之后，那法利赛人就是，文士犹太人，他们就拖着耶稣，他们，那并且，你们在大患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你看，这现在讲了，领受真道，不但领受，有些人就听，但是听了之后，越要效法我们。所以真信心是这样的，真信心是有，信心不是一个哲理啊，信是什么？信是什么？信心是有功能的，你信了，你一定要做出来的。我信了之后，我要追求主的公义，我要追求主的圣洁，那个信已经有出来的，所以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盖亚所有信的人的榜样，怎么知道呢？怎么会做他们的榜样？因为你们的德行、你们的品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是一时的激情。如果一时不到会点火激情，很难讲。但是一定有一段时间，从头一天直到今日，对不对？腓立比教会，所以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苦难跟时间是最好的证明。我跟各位来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属于主的，然后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去，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就是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各位，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很简单，真信而变化。各位，有没有变化？每一个人要找出这个心灵的变化，不但是现在主日上教会，以前没上教会，以前抽烟，现在没抽烟。这个是充足的信心，充足的就是一个人遇见神之后啊，从那时候起呢，以前他是对不起人，他做错对不起人，现在对不起神。以前就是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什么都是偶然的，现在看的时候这是必然的。甚至受管教的时候知道这是主管教，不是倒霉的事而已。很奇妙的，他的心灵里面就是有这个变化，跟以前不一样的。这个是人里面的东西，只有你们个人会知道，每个人你们里面自己会知道的哈。就是以前面对人，现在面对神。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知道这次活在神面前。那这个真信而变化的，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如果我们再加一个东西的话呢，我认为这是苦难中的什么？喜乐啊，各位喜乐不喜乐？各位看到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喜乐吗？喜乐不喜乐？喜乐。有没有不开心的？就这里，就他们就建立教会，我就是不喜欢教会啊。有没有都喜乐？各位看到教会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各位难过不难过？难过，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其实告诉各位啊。但是虽然现在还有苦难，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当中还有很多苦难的，有没有？有时重复又来了，还喜乐吗？那为什么喜乐？因为有主。各位了解吗？因为有主，还是有主。所以难过是有，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保罗有这个两样东西，他忧愁是人的情感，比如说你的家人有问题的，对，要如果说你有疾病，有病，你有忧愁，但是还因为有主，所以那个安慰，这个不是你自己催眠自己的。有时候你会听到主安慰你的声音，我的恩典够你用，你放心，对不对？你的家人在我的手中，又喜了，又听到主的话，喜了，对，很奇妙的。所以这个就是要证明那个人里面有圣灵，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生命在他里面。因为世人是只有好的东西就开心，不好的东西，或者他现在的人很厉害哦，操练乐观，乐观怎么操练呢？就是操练自己积极起来，这个是偏，所以苦难中的喜乐。明天我要讲到苦难哦，各位预备心啊，明天我也特别讲苦难，这次来要讲这个东西。我们当中，如果神真的用各位，必定有苦难。就听了这句话吃不下是吧？但是按照我们需要的，上帝会把适当的那个苦难给我们承担的。那还好我没有苦难啊，那你要选择走窄路啊，我告诉你，不要开心，就你要选择走窄路，你要背起主给你的十字架。那个明天会讲这个啊。第三，那苦难中喜乐，那另外呢还有什么？他们跟从主，这个跟从主是效法，或者效法使徒们，效法主。但是这个呢，跟从主效法主是有一个东西要持续，很重要，持续。所以呢，你们从头一天直到今日，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试炼，还是继续跟从。我绝对相信啊，我们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苦难，有时候我们纷争有没有啊？其实连腓立比教会也有两个姐妹啊，
两个姐妹，这么蒙恩的教会也是有纷争。但是呢，没有办法离开的，没有办法离开主，也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团体，因为有福音，所以会知道持续。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关注我们的那个痛苦，但是上帝在告诉你，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们就是蒙爱蒙拣选的，所以你们在持续当中，在试炼当中还是持续一点这样。所以这个是有时间，有一个时间的证明。第三呢，第四，最后呢，如果现在有弟兄姐妹跟牧师说，牧师，我这些都没有，我就是很，被撇弃的，我没有感觉我有变化，我还是一样，我的脾气还是一样坏，就是我没有什么喜乐，我没有苦难也不喜乐，就有一些人是这样，有没有？有。你看我一直起伏，我也没有什么持续，没有像保罗讲的这样好。那这个地方怎么办啊？这样你有没有得救？你有没有重生得救？怎么知道？他都没有没有这个证据。小彪哥，你认为呢？那你要问他一句话，什么话？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跟他说？如果有些人就是赌气，有时向神赌气也向人赌气，到一个地步跟着看他的样子没有一些可爱的地方啊，要帮他找证据也没有。但是还有一个证据，还有一个证据，什么证据？什么？小小来教会，还有多一个，还有多一个，不是从他来的，从神来，因为神生了他，神会负责。你在这个光景里面啊，天天在受管教，对不对？神所爱的，神必管教，阿们。所以你现在这个光景，你也不喜乐，你也痛苦，对不对？我告诉你，因为神爱你，就是这么简单了。如果他现在也没有喜乐，没有这个，他也没事，我也就走世界的路算了，我也很开心，没有，那很难讲。但是他很痛苦，所以我们知道有圣灵在他里面。我跟各位讲，我生命的切据，切据呢是会成长的，各位知道吗？所以这个证据呢必定带来切据的啊。你们问朱牧师，你的切据哪里来？很多人的切据是，可能我头一天牧师，我不能忘记我信主的那一天，我多么喜乐，对不对？或者有一些事情发生，或者上帝把我的那个蒙蔽的眼睛拿走的时候，那天我知道我是全世界最蒙爱的人啊。这个还是主观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一时之间，你经历了一两天，但是过后呢，好像这个感动好像越来越少了，没有了。然后就是天天的遇到的思虑愁烦里面没有喜乐，没有，但是呢，你的信仰五年十年之后，你发现了，你是不能被放任的，你每次在这样的光景又受管教，好像这个世界的人能够很开心的玩世界，你是不能，因为你已经被主得着了，阿们。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告诉我们当中很多还在疑惑的人。很多就看自己，我现在到底蒙神爱吗？你现在正在被管教，因为神爱你，就是这么简单了。我的生命里面啊，其中一个给我很大的切据是管教了。很多的人是因为管教而和怎么说啊，和自暴自弃，对不对？很多信徒是这样，但是我是因为主管教我反而得到切据，很奇妙，对不对？我对福音的认识是这样啊。因为我是有救的，我是被神就是会干涉的，他绝对不放任我的，因为他已经生了我。我告诉各位袁野，你要不要试试看？袁野，你要试试看的话呢，你现在走世界的路看看，然后看有没有罪，也不敢走，对，因为神所爱的，神必管教。然后呢，被管教完了之后很喜乐，主啊，感谢你管教我，就是这样。
那哪里有正常的人会这样？除非是重生的。所以重生的切据是这样来的，弟兄姐妹啊，所以这个切据呢，切据呢是成为什么东西啊？从切据得着什么啊？得着圣灵的感动，圣灵要感动你的，和圣灵给你能力的根基是在这个切据里。所以为什么切据很重要？我现在讲啊，因为没有切据，我是真的一次的，已经一次得救了，也永远已经不被放弃的，被主得着的人呢，从这个地方开始呢，你才有信心会向他祷告，向他呼求，向他祈求，向他悔改，对不对？因为这个切据，也因为这个切据的缘故，有时候呢，你被打倒了，不致灭亡，被四面为敌，不被困住，这很奇妙的。保罗讲那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有这个印记，你这个切据了。有时候他软弱到极点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意志力起来，但是有一股力量再次安慰他，帮助他，再次叫他起来。我说爱的，你再次起来，这是切据来的。如果你没有切据的话，那好像你失败了或者软弱了，就算了吧，就是这样自暴自弃下去，对不对？所以已经重生的信徒是他们继续软弱，是因为没有切据的理由，对的，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自己被丢弃了，因为我选择了这条路，我选择了嫁给非信徒，或者我选择了什么什么这样，所以我已经被上帝抛弃了，上帝不会再祝福我，所以这是欺骗来的，这是欺骗，各位了解吗？所以切据呢是会成长，但是到有一天呢，你很肯定之后呢，你祷告呼求神，甚至你悔改，像大卫这样做，我唯独得罪了你，他能够讲这些话是因为他有切据，神不撇弃他，各位了解吧哈？甚至你传福音，如果你没有这个切据，你传什么福音啊？明天你会被丢弃的，你现在传这个福音，矛盾对不对？所以不能接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有些教导啊。虽然有很多牧师啊，连那个英国的大卫·鲍森，他有些人说，有些人听了他的信息啊，跟朱牧师说：“朱牧师，你的讲《创世纪》三章跟他一模一样啊，他也是讲原理啊，讲《创世纪》一二三章，他也是讲这个神与人同在的那个幸福美满的那个原理。哎，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哪有一伙的？对，他是不能接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是救恩是会失去的。”你一直要努力努力努力，然后你才能够到最后，你没有丢弃，你没有放弃，你才是得救的。所以他因为这个地方跟我已经不一样的时候呢，就算解经很多方面，那个是成圣的当中有一样有相似点，但是这个根底不一样的时候呢，其实到最后有一些感动判断的根基有点不一样的，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吧哈？所以我是今天站在这个地方啊，不是因为我现在有信心，乃是因那个已经爱我拣选我的那位主，他在我身上动了善功了，所以必定会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对不对？各位了解吗？这个就是我们信仰信徒我们自己要有的切据。现在我们在牧养人的时候呢，不要看人的外貌，看一个人的生命有没有真实的被神得着，不要就看他现在一时的激情，看他的生命有没有重生的变化。如果你得着了这样的人，然后你牧养他，在教会里，这个教会是，其实教会是谁搞乱的？山羊搞乱的。绵羊有时候咩有一点声音，放心，没问题。绵羊，各位绵羊很特别的，有时候绵羊有一些。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我去以色列之后，我听这个故事叫做羚羊啊。你们有没有听过羚羊？那个羊有一个羚的，羚羚羚羚羚，给它带着一个。你们有没有？不是羚羊，羚羊，英文叫 bell sheep， 我是直接翻译羚。挂个铃，你们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羊挂着铃吗？你们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他成为头羊？你们知道，你们知道羚羊是怎么来的吗？这个故事很奇妙啊。一个羊呢，绵羊来的，他们是绵羊，不是山羊。绵羊呢，它是很调皮，调皮的不得了。它调皮到什么地步？每次呢，走自己的路，导致其他的羊也跟着它，导致其他的羊也跟着它。所以呢，这个牧者呢，就这个羊太调皮了，所以牧者自己会处理它的，所以牧者把它的脚折断。实在是折断了，所以他不能走了。然后呢，就天天牧者抱着他，抱在他的手中。然后呢，就是去到哪里啊，羊就这个是抱着，因为不能走嘛，赶羊的时候也是抱着。所以他是闻到牧者的味道，然后跟牧者很亲，然后一直跟牧者在一起，那睡觉也在一起，这样走路喝奶什么都在吃都在一起，一直到他的脚好起来。他的脚好起来之后呢，他是最靠近牧者的，不能离开牧者。牧者到哪里，就是他的味道就跟着。所以呢，那牧者就因为他是最靠近牧者，牧者给他一个铃，所以他到哪里铃铃铃铃，全部的羊都会跟着。可以了解，所以牧者在哪铃铃铃就跟着他，全部的羊就跟。看有没有听过这个，很奇妙，对不对？所以各位。啊，重生的人啊，有时候脚被打断了，就是被折断，但是被管教，对不对？但是过后呢，这个过程，那个苦难、失恋的过程，其实你跟牧者，其实上帝的做工很奇妙的，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到有一天你发现你不能离开他，所以那个时候反而你是变成什么？会牧养其他的羊。这个是谁的故事？这个就是彼得的故事了。你喂养我的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圣徒一个重生的人真正的生命。你看上帝的伟大来的，这个哪里有人的伟大？这是爱我们的主的他的作为啊。讲到这边呢啊，继续，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五分钟十分钟，然后回来我就讲40分钟30分钟就完，好不好？就好。